韩国羽毛球公开赛四强争夺赛已经落幕，各单项的四强也已出炉。国羽在本站赛事中可谓溃不成军，唯有混双的尖将组合何济婷、杜月闯进四强，其余四项已全军覆没。网友无奈的调侃：“这下真成独苗了。”男单四人参赛，首轮就淘汰两人，黄宇翔不敌38岁香港选手胡晕，周泽淇被马来西亚刘国伦逆转。第二轮，老将林丹先赢后输不敌日本二单西本全泰，唯有赵俊鹏一人闯进八强。今天，赵俊鹏被亚运冠军乔纳坦完虐，完败出局，无缘四强。男单四强对阵，乔纳坦 VS 小苏吉亚托，周天成 VS 西本全泰。女单国羽六人参赛，首轮李雪芮内战不敌高仿杰，韩月苦战三局输给日本一姐山口茜。四轮陈小欣先赢后输不敌山口茜，蔡妍妍同样是三局之后落败美籍华人张贝文，张艺曼被日本的高桥沙也加横扫，仅剩高仿杰一人晋级八强。在今天的比赛中，山口茜直落两局击败高仿杰，国羽女单也全军覆没。女单四强对阵，山口茜 VS 奥原希望，张贝文 VS 程池炫，男双最惨。首轮韩成凯、周浩东不敌一号种子选手日本的加村健士、原田启悟。四轮另外三队全部出局，分别是何济婷、谭强、欧炫毅、任翔宇、王泽康、黄凯翔，男双无人晋级八强。最先出局男双四强对阵，小林优、吴宝木、卓朗 VS 崔帅圭、徐承宰、徐佳明、刘俊成 VS 远藤，大有渡边勇大女双三队组合参赛，却被同一队选手分别在第一轮、第二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击败，他们就是日本的米原小春、田中智穗。前两轮中，郑宇、曹同威、汤金华与小韩均能和对方打满三局。今天的比赛中，杜月李音辉被直下两局横扫出局，国羽女双也全军覆没。而日本有五队女双参赛，却包揽了本次赛事的四强。福岛由纪、广田彩花 VS 福万尚子与游胡桃，米原小春、田中智穗 VS 高桥、李华松友，美佐纪混双成为国羽的遮羞布。虽然在首轮中有四对组合出局，郑思维、黄雅琼、卢凯、陈露、欧炫毅、汤金华、任翔宇、曹同威，但是仅存的何济婷、杜月却一路高歌闯进四强，也成为国羽本站赛事中仅存的独苗。